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。那么今天呢，依然在开了一个转折的二高盘，哦，这个转折二高盘呢，是相当的强，因为它直接开盘就几乎很强，要过所谓的两条均线，啊，这两条均线就是所谓的五日线。五日线翻阳，月线向下，所以今天只要收在这两条线之上就 OK 了。昨天的攻击没有成功下来，洗盘相当不错。那么我们本来规划是说到季线来买，我们上一次季线买，这一波就赚到了。我们本来规划这个季线呢，要来做加码买进的动作，结果没有来。今天在本来说一月十六号要打，结果，哎，普丁应该拿到他所应得的利益了，他就演习完以后回到基地去，那一边还是有些存在那边呢，哦，那这是打把这个拜登的脸啊，怕起来，因为 CIA 的补助嘛，哦，所以这个很正常，因为股票说随消息面的这个起伏啊是很正常。我在昨天也有跟你讲，急跌酝酿反弹嘛，但是其实还是向下，它走这个几率是有的，不然最坏是走这个几率嘛，哦，那今天很明显是走 N 型的N 型的嘛，哦 ，N 型嘛，那既然走 N 型的话，那么就是选股不选市啊，拉回就是买了，那么很明显今天主流在哪边，在电子股，在传产股也有。哦，传产股、航运类股这两种都有，金融股反而相对比较弱势一点。那贵买的部分确实很强。好，我们昨天有讲到贵买的部分呢，我们说贵买啊，这个不能转弱。贵买今天也是很强啊，它来攻到所谓的月线，哦，攻到月线是向下嘛，所以它最大的这个压力是会在季线这边。因为它跌破季线嘛，它甚至于到半年线嘛，所以说我们看贵买是比较弱一点点，贵买是比较弱一点点，但是它具有普涨的空间，很多股票在贵买啊也跌很深。那长线的话，我跟大家讲的长荣啊，我在这边有卖掉，下来又是一个买点，又上去了嘛，这应该有机会重稳这个了，哦，那这边因为它涨多，我当然做调节，我上一次90块跟你买。117.5跟你们讲说，这里再买买买到这里141到143来卖嘛，股票本来就是有卖有买有买有卖，这一次的沙盘捷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1月25号这里就是买点了，低点的买点，哦，这个就是低点的买点嘛，哦，我是一个懂得买也懂得卖的老师，被低估了嘛，我还有基本持股还在啊，因为这档股票我认为说它将来重返荣耀是有机会的，啊。你看他今年2603，他今年你看哦，他赚多少？今年第一季的第一个月就568亿了，所以他只要能够维持500亿以上的话，你说他的业绩至少是什么？赚45块至50块啊，没啥问题了。所以这种盘的话，像阳明也一样啊，阳明我说破百就是卖点嘛，哦，阳明2609，阳明真的很可怜啊，买阳明的人万谈。现金增资182块，这里盘整，这里为什么要盘整？这里有压力嘛，你要对称的嘛，你这里盘整，然后这两只连续三只下来嘛，所以它这里盘整完以后就会上到，将来会到这边嘛，这很正常的现象，因为它的业绩确实也是不错嘛，哦，这个是我跟大家讲强线的股票嘛，那有些股票，像我买的话，我高买低接。像我新唐啊，我昨天有跟你讲啊，4919啊，我也不会去抢高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到又在153点，我没有卖哦，我昨天145有买到，哦145有买到，我昨天149出，145买回，哎，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操作，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哦，我不该卖我也会卖啊，哦，我该买。上前波段146我买进嘛，啊，前几天我跟你讲我套牢到我149卖一次，我149卖一次，下来要接再接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它现行不错，
它现行确实不错。那像所谓的低入模组里面的群联也不错啊，哦，像群联，这也是好股票啊，8299。你要买这些好股票的话，爆长都没问题。虽然它今天收这样子的一个，所以十字线类似十字线没有问题，它会这个会突破，哦，这个会突破的，将来都会突破啊。所以好股票啊，就我买股票就是核心之股来回操作。我上次买472啊，上去505块卖掉啊，下来再接回来啊。对，我买卖都很清楚啊，哦，524会高点的。那但是行情逆转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先调节一下，哦，那今天有下来，今天昨天有下来，今天有这个震荡，你也可以注意一下。这些都是我买的基本面，一定要有很好的基本面，我才会买这些股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今年呐，这个所谓的这个虎年呐，跟去年不一样，今年的基期很高。所以你买的时候务必要采取比较稳健的态度，像这个新上市的瑞典，我说这个也是好股票，3592，这也是好股票啊。你下来买五日线附近来买是对的嘛？你下来买，这个又是一个买点嘛？我上一次也是600块、635、600、670卖掉嘛，你下来又是可以买嘛？今天我也可以买啊，我照买啊，我带领总统会员下去买啊。所以有些股票啊，这个在这边整理完毕以后，它就有一个大行情，行情会出现嘛，啊，我们下来就买，我就是稳稳的做嘛。那你看我们前波段所做的易创，我想易创也是很厉害，今天拉到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我高档有卖，我都没有做了。到最近我认为说它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又开始玩了，又开始了。这个易创今天也拉到涨停板，这种股票就是很稳健。我上一次买的时候啊，我有跟大家讲过，我42.5块买的，42.5块买不回。股票就是这样，你要懂得买，也要懂得卖啊。你买了以后，你不会卖，赚不到钱。但是智研这一次真的很强，智研啊，我101块买赚一倍啊。那易创也一样啊，52.5块买赚一倍，现在又来了，这些就是属于元宇宙，类似元宇宙这一些，所以在现阶段来讲，已经把所谓的乌克兰事件呢，已经可以说接近了尾声了，该得到的都得到了，该玩的都玩到了嘛，那你这样拉回找买点了嘛，拉回就是找买点。我过年前我跟你讲，二高二低一高，黄金法则做股票本来就是很稳健。你过年要报，我就报国泰金这一类的，都赚到钱了。出掉电子股给干杯，像我买的那个这个旗宏啊，30，对不对？像这种股票你就放心啦。他我有高档有卖啊，这下来也可以买啊，这天空不为啊。这个我这里所讲的跟做的是一样的，我不会说一套做一套，我因为我把投资当作事业来经营，赚得亿万财富到老，我们稳扎稳打，对不对？我说过啊，我们对于股票的这个操盘术啊，就是我们冠军操盘手的操盘术，一定要基本面，你没有很好的基本面，你叫我沿路的跟你推荐，我不会做这种事啊！我到高点我不会跟你推荐，低点我可以跟你讲这个，哎，这个不错，我上个礼拜一跟你介绍的。高档我就说这个危险了，基本面不够支撑它的股价，要注意啊！技术面很重要，你技术分析一定要学会技术分析啊！做股票就是 K 线嘛，你至少把 K 线、均线、趋势、指标、量价关系看懂，然后再看筹码面。筹码面就是法人的筹码面。最近法人啊，尤其是投信法人啊，都沿路的大买啊。投信法人都是买股票啊，表示什么？他看好，
因为他要做账，因为他认为台湾的股市在去年极其高的股票，他有买了很多很好的股票，配股配息啊，他开始释出，然后换股操作，然后再换回来都有可能。所以你要掌握他投本比的脉动，像我都有每天都有这个常常铺在我们那个 Telegram 里面呢、啊，给大家看外资买比较没有参考性，但是投信买有参考性，你就在那边买。啊，这里不要做追高的动作，拉回买都 OK， 不会有什么重大问题，风险已经减少了。那么消息面当然影响股市很大，那消息面澄清以后就好了，这里就比较稳定一点了。升息缩表大家都知道啊，通货膨胀大家也都知道，既然是多知道的事情，对于大盘的影响力就越来越淡薄了，该反应也反应过了嘛。过年之前何尝不是这样跌啊？我怎么跟大家交代？我跟大家讲说，18545以上，拍谁？你就要尊重一点。18545以上，你就要尊重一点，对不对？这里你就要先卖嘛。这是波浪理论里面最准的。我这本是十年前写的。我每次用这个波浪理论啊，作为我这个所谓的大炸战略。大作战的方针呢，然后在技术性战术上来调整我的个股，所以对大盘的精准度啊，我想我是很准的了。每次到大盘，他在台大台积电，我就说这个危险。你长期收看我的节目的人，你就知道我危险，我都会告诉你。这就是我们冠军操盘术里面的做到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啊！现在你要逆境突围，翻转财务，但是你要逆境突围，你一定要有活泼的资金。你没有活泼的资金，万一叫股票你买，你没钱能够买啊！啊，这都不是办法啦。来我参加，我都会叫他先卖一些股票。你把拍档股下心瘦身嘛，没有用的，你抱在那边也没有用了，会跌就是会跌了。没有用，所以我资金活络绝不与主力挂钩，买卖无挡，带进带出，远离套牢，不做死多头，我一定有设停损。股票最怕是没有停损，没有停损的话，你会没完没了。我相信2498这种，你没有停损的话，你怎么玩呢？哎，宏达电曾几何时，我是卖到1200到1300的人了。很多人在900、800、600沿路的加码，弄错的，到底有好？股票可不可怕？太可怕了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内行人，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多少人在讲元宇宙，我都跟你讲，卖肾该不会避免，这就是冠军操盘品质保证。我们快速机动。隔日冲，三日冲，追求绩效，资金分作长短搭配。我喜欢核心持股来回操作，这样你才抓一条条账。但是过年这一段时间，我把二低一高的方法应用上去，买一些股票，过年完卖掉，再转进会攻击性的股票。所以虎年行大运，翻倍赚大钱。3月10000起算会起，小老鼠莫5168，欢迎你参加我们 LINE 小老鼠莫5168 Telegram， 我们 ID 是小老鼠莫5168，欢迎你加入亿万家族，成为亿万富翁。我每天都会铺上一些好的股票给大家参考。我说 IC 设计啊，一定会领导这一波上上攻，对不对？今天的 IC 设计确实与众不同了，与众不同了。就比较相对比较强啊，你看有没有金豪科、世新、易创这些，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新等等，连智研都跟上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 IC 设计的特色啊。所以你要了解我这篇文章里面所写的东西，就是 IC 设计一定会领先上涨，因为它最简单，因为短小轻薄好拉，而且有些 IC 设计确实赚到钱，没有什么赚到钱，你不要乱买。好，你要注意哈，欢迎你加入我们亿万家族，成为亿万富翁。我昨天就提醒大家 ，IC 设计里面有钱可赚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
二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坏消息成真以后啊，做一个开一个转折二高盘，一定会收到相对的高点，它不会下去啊。你不要希望说它会马上下去，因为它要走一条另外一条路线出来了。下来一波、两波、三波、四波，第五波完成，那就完成了五波以后，它会开始走 M 型，这个不是高点，这个也不是高点，这个也不是高点，会突破。我们看到投信沿路的大买。外资没有大买，投信大买，你就知道猫咪在里面了，猫腻在里面了。所以买股要买强，买强要买领头羊，领先上涨、领先创新高，这些就是我们要注意的。领先触底、领先反弹，前几天就已经有些股票领先触底、领先反弹了。对，领先创新高、领先上涨的，像预创今天就开始了，它修正完毕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前波段赚一倍的股票又开始了，哦，旗宏低买高卖，我90块2毛买，98块2毛卖掉，赚8块，93块一角，101块赚14块，安尼赚22块，这样子慢慢赚了，啊，然后下来103.5、104再买回来，3017，这不要紧，那边烦恼，这边烦恼，安怎讲？这边够气的啦。一波、两波、三波、四波，我还没完呢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投信买这么多，他连跑都没有跑，只有外资在那边忽买忽卖，那你就安心。就因为他去年没有什么大涨，你去年大涨的股票，你就不要乱买。有些去年大涨的股票，势必会所谓接受严酷的考验。你看，我90块2毛买的哦，我有一点追高，但是还是照赚啊，因为它本益比低，基期低，获利成长嘛。然后我上面就高出低进，98块5毛先卖一下，下来要接再接回来，一次两次的做，98块4毛，你看出掉有没有？我买卖都讲得很清楚了，我都有拿扣信给你看了。那你像护鼎护彩，我就不买了，因为他这种情况，我就3714，我就比较不买了。你看他不能买啊，为什么不能买？投信也是没有跑啊，为什么？他昨天开始跑，这表示不稳嘛。有今天也有一个投资人跟我讲，哎，老师，你顶边不是做这支？我跟你讲，我100块几股卖掉啊，你又叫我做这支，哎，又回到我们买的那个点了，我们要赶快来拼啊！我们开玩笑，不能拼这个哦，不能拼这个。黄老师告诉你，这个不能拼了，不是安尼生活，你知道不？股票不是往起去，就一直去，一直去。去做耍，做耍，咱换目机嘛，对不？这里哪里有鱼哪里抓嘛，你不能的是安尼。低路模组，你看金豪哥也拉上来，我都要供个秦联8299也会拉上来啊，这个也是没有问题啊。那南亚科也是一样啊，南亚科这个也是安全啊。哦，249，我昨天就跟你讲了，啊，我昨天就跟你讲这个很 OK 啊，它突破新高啊。能够走一波以后突破新高，它会行情就这样结束吗？很清楚，没有跑，都没有跑，这里在拉抬，它怎么会有结束？走不起嘛？这就是我们对筹码面要特别的看嘛。哦，那长线看好的4919，我也是报啊，就报的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149卖，145买回来呢，我昨天还做这个动作嘞，对不对？太漂亮了。股票就是要高买低接，高买低接，这样子你才能够降低你的成本，
能够使你达到所谓的作战的效果嘛，不然你怎么作战？股票就是懂得买，要懂得卖，哦，像有些股票在现阶段来讲，都是可以注意的股票，哦，比如说我们注意一下这个212这里 ，IC 设计这一边，今天很多人在金豪哥摔了跤嘛，那像这种智新这种也是很不错啊，拉回就买啊，260块的智新。我问你啊，这个智研也快要260块，你说智研你要买智研还是要买智新？智新今年赚25块，去年赚25块，今年准备赚3个资本了嘞。你看这种股票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股票啊，拉回都可以找买点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它的业绩也是好的不得了啊。你看它的消息面，今年要挑战3个资本的。EPS 25块，这也是电源 IC， 电源 IC 控制啊，也是好股票啊。所以像这种好股票有拉回，你就敢买，你别惊。我跟你讲，法人你做嘛是一定要买好股票啦，看我对。那有些股票，比如说啊，它投本比很多了，比如说啊，我投信已经买很多，变关客啊，你怎么能买啊？所以我为什么最近我不跟你介绍这个？自演的原因是在哪里？因为他真的是，也不会被翻扣啊，你知道？你不要差不多啊啦！你李树孔，你我孔一雄，你卖掉啊！伊无赚遐多，你知道？伊无赚遐多啦！伊赚无遐多，伊赚无遐多的情况之下，你袂使乌白掉的。这是 IP， 因为他有时就是接的单是订单是特。量身定做的，所以他可以享受高本利比，但是到250块，你讲你会不会自研250块？我未来不会自行拿回再不会提下我，我就有一谈，一本利比10倍，他只要今年赚33个资本的话，他是这个 IC 啊，他是那个 IC 的话，他不一样啊，像细粒也是啊。对，所以我们细粒我不主张你去买，一几啊千块，我来买这几啊百块，赚30块，这当然够啊。我们要将投资当事业，赚得亿万财务到老。学会技术分析的真秘诀，财产自然就会增加了。所以你要领金拍拼，那无来跟我学技术分析，他们我呐被我不了，我啊不然我起我嘛，听我家里起我技术分析，到时候再讲。我们基本面、技术面。筹码面、消息面，用心选股，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，能够倍增你的财务，这个才是重点了。这里要懂得逆境突围，翻转财务，但是你的资金一定要保持灵活度。灵活了以后，我们五大保证：不与主力挂钩，五档股票带进带出，远离套牢，不做死多头，啊，冠军操盘，品质保证。我刚才小讲的那个五点啊，一般人做不到，一般你们的老师都叫很多股票啦，20-30档啦。要考不哇塞！我不跟你骗，你有遐多钱哦、喔？你有哦、喔？你比王英雄哦、喔，比郭台铭较有钱哦、喔。吼，买20-30档的股票，甲基金同款。拜托的，这不是办法。快速机动，隔日冲，三日冲，追求绩效，长短配置，虎年行大运，翻倍赚大钱。我们3月1万起算会期，欢迎你加入。你没有参加没关系，加入我们 LINE Telegram， 我一样会给你好的东西，给你参考，增加你可以让你事倍功半。哦，让你能够真正的在股票市场学到东西，哦，我们没有参加，我也欢迎啊。我黄世明是大家好朋友嘛，对不？哦，有钱大家做会谈，3月1号起算会期，哦，欢迎你加入我们赚钱的行列。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有钱大家做会谈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